Hello， 大家好。哦，刚刚我谈的是大家都听得出来，李荣浩哦，一个非常厉害的创作歌手，而且他的作品基本上除了鼓之外，其他所有的乐器都是他自己录的、自己编的。好、哦，是他年少，所以他又是一个很厉害的吉他手，所以他的歌曲里面常常都会有很精彩的吉他的这个间奏 solo 的部分。哦，这也是现在很多歌曲里面就反而就是比较没有的特色。对，好。那我刚刚弹的是跟着歌弹，那我现在弹慢一点。然后我现在用的这把琴是 Rascal 美国的一个手工琴，然后SKB 3005。然后我这个声音，这个是我接了效果器啊，高八度音效果器，然后接了破音啊，加了 Drive， 然后去调出来。好，我慢一点弹。好吧，那今天就介绍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。